在这个世间吃一点苦头好啊，消业障啊。不要以为他侮辱我，他欺负我，他骗我，他害我，好处替我消业障啊。他不知道感恩，还说这个人是我的冤亲债主，不知道自己的业怎么消掉的，不晓得。心地清净就是福啊，心生烦恼就是业，就是罪业。你每天是生烦恼的多，还是生欢喜的？这叫念佛的行动。想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，都造罪业。